使催化剂装填装置具有最佳内行曲线的关键，是让每颗催化剂微粒自由下落到基座上，微粒在上面无规律的蹦跳，使这些微粒处于低能量状态。这意味着微粒降落在它们的长轴上，且形成一张水平席子。微粒的长径与基座径向相一致，与反应体壳体垂直，因此微粒的方向不影响油的流动。逆向装填通常比手工的带式装填性能更好，装填得更紧密，形成更均匀的同质基座，并可消除与运行开始和运行结束相关的塌陷问题。专家认为，正确选择装填承包商和逆向装填设备，可保证催化剂具有更长的运行寿命，并因此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节省费用。 Hydro Processing Associates 自豪地推荐他们所设计的第三代逆向装填设备 HydroPack。 他们对 HydroPack 进行了不断的创新，使其成为催化剂逆向装填设备的最佳选择。采用 HydroPack 可保证您获得使催化剂性能最佳的最优化装填，每个基座上装填更多催化剂，使配送流均匀，避免因装填而引起的串槽问题，减少因装填而引起的热斑，将催化剂粒料平坦放置以优化反应，对基座进行逆向装填以优化配送盘之下的高度，在装填时无需技术人员在催化剂上面行走。HydroPack 无需停止操作，就可以将吊灯降低而通过机器，这样在进行装填时，技术员就得以具备较佳的能力，连续的监控设备的内行曲线。 HPA 对 HydroPack 进行了独特的设计，并且对此设计进行了注册。该设计采用一个复合圆盘，提用以形成快速均匀装填设备的内行曲线。该设计允许装填设备仅在该圆盘之下运行，并将催化剂装填到最大高度，在进行装填时可以非常容易地调整 HydroPack 的转速，使催化剂附着在容器壁内。它有一个可调整的中心空隙，可保证适当的内行曲线，也能延伸到基座的中心。 HydroPack 的转动对于在传输管及其他可能存在的内部障碍周围进行装填是可逆的，以消除屏蔽效应。该功能对于避免在基座顶部出现错误配送是非常必要的。HPA 的 HydroPack 是可消除上述所有问题，具备所有优异特点，以确保完美装填工作的唯一装填设备。 Hydro Processing Associates 采用最先进的设备、摄影机、通信和电脑软体程序，以保证获得最佳效果和 100% 的安全。我们已通过 ISO 9001和 OSHA 18001质量管理认证，符合 NetWorld 和 PICS 的标准 IS。除催化剂装填之外， HPA 还提供关于反应器从头到尾完整的工程服务，包括从挡板到挡板的服务，以及使用从 DSI 处获得的最新寿命维持单元，专注于惰性进入的催化剂处理服务。我们的催化剂卸载服务采用了26英寸的强力真空单元、氮气回收圈和对真空的软流技术，以使对催化剂的再生使用所产生的耗损降到最低。所有催化剂技术人员都在容器抢救、急救和 CPR 方面接受过培训。 HPA 拥有美国机械工程师协会的 U 和 R 印章，允许我们全面地对容器进行焊接、修理和检查。 Hydro Processing Associates 是您安全高效能反应器运行的伙伴和全方位的服务商店。